體育啊。好啦，啱啱翻嚟咧，就俾大家睇到呢個百名看控股，估計幾多啊？1.6。一路哇抵买啊！几字你就可以买到对英甲嘅球队啦，系咪先？话晒都班主啊！英甲球队嘅股票啫，你唔好理啊！概念上赢咗啦，咁样一手3200蚊，唔系曼联都有上市噶，好似买嚟做咩啊？喺纽约，唔好玩呢啲啦，执低佢股价啊嘛，执到佢落2蚊咁样，沽沽沽！啱啱有新嘅新闻，10月8日出，百明翰体育咧配股啊，吓，哇配股8000多万。无端端攞8000多万做乜嘢咧？冇理啦，冇讲嘅系啦，公司人冇讲攞咗8000多万做咩？你冇问啦，你已经唔系本公司嘅人啦，你已经唔系本集团嘅人啦。人哋问你问题，你先答埋先啦。好啦，喂嗱，讲翻头先，我就话即系喺呢个台湾嗰度踢波，咁嗱硬件上咧就真系可能个场地系欠奉嘅。咁同时间咧就系、是、我话嗰个文化喺2010年嘅时候去台湾，你要揾一个地方睇一场世界杯，讲紧系世界杯已经16强嘅赛事啦。嗯是找不到地方，没什么酒吧会愿意播这些出来的。是夜啊，因为不是、啊、因为他们表他们不兴啊，他们真的不兴。但是呢你不是会播未来体育未播咯，不过他不兴出街看。是啦，你屋企他有很多不同体育 channel。是啦，你比如你在香港那时世界杯，喂你打边炉好。我自己扮到自己，我不知道台湾有体育台咩，有未来体育。台湾在哪个怎么知道呢？是啊，回乡证是不是去到啊？那些。好啦，咁你点啊？都在台湾。北边你喺女仔只看咯，也可以哦。其实根本冇可能，大家都知道台湾好多体育频道。系系系，你谂下，净系播唔系净系播周星驰都有3个 channel。系咯，人哋有100多个电视台。系啊，你冇花我啦，知咁样？你谂下，我第一出嚟做节目，人哋连冰上曲棍球都有个 channel 睇啊。人哋连冰壶嗰啲喺度捽下，我哋都有。好啦 ，anyway 啦，捽下捽下嗰啲，我哋迟啲先讲。我哋迟啲有个。系啦，有个叫任战百界线嗰啲，我哋先讲。OK， 好啦，讲翻恐怖百界线先。咁我就话咧，嗱呢一个即系喺佢哋嘅文化上面，2010年嘅台湾人咧，系对于睇波系好惨。咁当晚咧，即系我哋要揾啦，真系要去到一个系好即系台湾人先识去嘅酒吧，话要问人问司机，我哋要问一个的士。问下钟永白喺边度有？系啦，问下钟永博，我想看草西在哪边可以看？什么草？喺嗰个钓虾隔篱嗰度啦，大家。跟住佢，你个三更仔咁样嗰啲咧。我隔篱江啊！我隔篱江，钓虾隔篱啊！你看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当其时咧，仲要去到咧个画面好搞笑嘅。咁啊，2010年嘅台湾睇一场德国嘅16强赛事，去到要问的士佬先至能够可以揾到间酒吧入到去。全台北在那里住緊的德国人都在齐那里。你突然觉得自己去了欧洲啊。你明白那时候整个场都是外国人。好嘢喎，你个的士都又真的懂带你去。是啊，是啊，我怀疑他在柏林都揸过的士。我大概记得他那个位置不知道是中山区的，不知道怎样扔入去的横街再走入去这样的。我记忆中是这么上下的。即是再落一点类似师大夜市那头附近我估计是。跟住之后呢，总之入到去啦，咁样跟住之后现场你真系全部讲德文嘅、嗯，你嗰件事你觉得好抵啊！你台湾饮酒又平啦，食只鸡翼又平啦，跟住咧你又得到欧洲睇波嘅质素，跟住啲人又着晒德国波衫，又揦晒德国旗咁样，跟住系咁喺度饮啤酒，系咁喺度即系大声讲粗口，即系可能讲德文粗口啦，我唔知啦。跟住之后咧，即系祝福个福啊！佢哋好中意讲祝福个福字噶嘛，福咁样嗰啲啦吓。即系 Volkswagen 啊 ，Volkswagen 啊，嗰啲字字嚟啦，咁样，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anyway 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嗰一次系2010年嘅经验，好啦，8年过后，我又去台湾，因为2014我去巴西啦，你年年都去噶啦，其实系咁咁啱啫吓，咁、今年其实你都去得啦，去唔到啊，你今年可以一去去偷渡得，偷渡得，唔系啊，你可以去噶隔篱啫嘛，唔使做咩，香港香港冇嘢做，你搵啲嘢去嗰边，香港系叫做冇嘢做。但我本人是要做，你明白吗？你在台湾那里试下流放自己14日，可不可以找到新的事做咯？我不知道啊，真系连线咯，我哋试下。台湾都不知道几好。唔系，好多人去参加嗰啲台湾嗰啲断食营咧，你咪隔离嘅时候顺便断食下、啊。我去台湾梗系唔系断食营，梗系音乐营啦。人哋有 Ultra 啊，今年香港都冇啊，唔知几开心人哋。好啦 ，anyway， 跟住之后讲翻话，2018年到我再去台湾，咁又系适逢世界杯啦，咁啊真系。多了很多地方在街边，就算 even 都你吃紧牛肉面都好啦，佢都个电视都会肯播。哦、除了平时你会看到嗰啲咩胡瓜啊、吴宗宪嗰啲之外咧，佢又真系愿意即系足球赛嘅时候，佢会播俾你睇。咁你见到就成个地方对于足球嗰样嘢嗰个接受程度开始大，开始多啦。而最紧要系咩咧？台湾开始发展佢哋自家品牌嘅一啲运动足球嘅用品，例如系波布啦、波衫啦。咁系咩牌子啊？嗰阵时？
我唔記得咗個名，我揾翻俾你，因為好似係佢哋佢哋自己嗰、那個隊，即係台灣隊嘅時候嗰件嘢，嗰、哦、牌子嚟嘅呢個嘢嚟嘅，我唔識讀啊，我唔敢，我唔係 CDFA 係佢哋中華台北嗰、那個、哦那個名，但係呢個牌子嗰件、嗯、三個牌子好似係係佢哋，係、哦、但我唔識，我唔識讀啊，費事讀錯。但係講佢哋個聯賽咧，都真係好好起步嘅啫喎，係好起步㗎，一七年先至叫做取代原先嗰、那個啦，叫做有規模啲啦。但係而家講緊打緊都唔夠十隊波㗎啦。關於呢個咧，就你睇到即係台灣人哋發展嗰個足球嗰個叫做狀態咧，其實就真係有啲似我哋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嘅香港。首先就一定係一啲嘅即係工商鋪。我揾緊啲資料你哋。係一啲工商鋪，佢哋係去即係叫做 sponsor 啲球隊。哦，係。係啦，佢哋你知咧，台中咧，即係你成個台灣，台中就比較係一啲叫做實業啲嘅。譬如他們的 科研區啦，即是他們的科學園啦、嗯、在台中啦、嗯、他們的塑膠業在台中啦、嗯、他們的一些即後期那些電子零件加工業也新竹都有那些半導體那些是啦，新竹區就是他們的科學園啦，那跟着之後這些就是這些公司呢就會開始 sponsor 的球隊，他們就會有一些叫做、嗯、即是他們的叫公司聯賽，那原來就是其實他們的個想最後發展到的一個真正台灣他們自己的聯賽的一個初型、嗯、我們都有的，其實以前我們康宏啊，不是康宏那些後話呢、這個就另外嘅，我哋當年咧做緊嗰啲嘢，譬如話咧，四利可能係保魯華嗰啲啦，啊保魯華嗰啲嗰陣，澳門都未受住喎，啲個聯賽新隊，所以印度超都有得賭，所以未勁到嗰個地步。Once 有一日咧 ，OJ 啲開始變成 Taiwan lead 之後咧，你就叫做即系 OTW lead 啊。係啦，跟住你就會發現開始勁啦。咁 anyway 講翻就話，即係譬如香港為例啦，以前嗰啲咩精工啊、保魯華啊嗰啲啦，跟住慢慢發展到而家就俾保險公司啲啦。咁、哦、但係保險唔係有一輪都有嗰啲電子詞典嘅香港，唔係保險通快通，保險通快通，但係嗰啲都係足球 lead 啊嘛。係，但係你譬如康宏啊、AIA 啊嗰啲咧，就已經係將足球再加埋 MMA 嗰、嗯、兩者撈埋一齊啊。是即是因為通常都是兩場一小，孫子兵法啦，兩場就一小交，四場就一大交，平均每五場就要 call 一次。差佬過嚟，你知唔知道有咩球隊係唔可以對賽㗎？喺香港係咩啊？地產嗰啲球隊同埋保險嗰啲球隊係唔可以同場，因為真係新仇舊恨共嘢一路嘛。係啊，係好容易出事嘅。同埋咧，因為佢哋本身有啲人有兩個牌嘅，係唔排除兩邊都撈過咧。係啦，又係你，開門又係你，撈埋好多嘢啊！美聯富力 R F 唔踢㗎，係係係，佢退出啦，費事啊，大佬你有人打我，我就話門口揾人打我，係啦，我就話即係佢哋而家。要踢翻嚟中超踢，同埋佢要改名啊嘛。系啦，跟住我就话，譬如话而家台湾就开始搞紧佢哋嘅即系啲足球联赛。其实慢慢你上网，你喺 YouTube 度咧，其实你打翻啲video 咧，佢哋都开始做紧一啲几有趣嘅嘢。有嗱，譬如台电足球队，即系呢个应该系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系呢？你台积电美股咁多钱，点都要搞翻队波嘅，系咪先？系啱，你好啱数，系好啱数，又啱数，系好啱数。台积电咁有好啱数，好啱数，搞翻队波，捧翻个杯翻嚟威下，概念呢啲。系咪先？咁所以就即系见到有好多大学队咯，都系好新嘅，即系咩台台湾体大啊，体大咧唔系睇你大嗰意思啊，系啊，系体育大学啦，系啊，咁然之后咧就譬如话最近，点解台湾仔都要用 short form 嘅？其实佢唔使用 short form， 嗯，唔系因为我哋有刀大啊嘛，系啦，咁佢跟啊，嘟大咁样。好啦，跟住我就话即系最近有个新闻，其实最吸引我系咩咧？就系你见到咧一个地方要发展足球，一定系青训着手。青訓着手做得好，你個地方個足球發展一定會唔、嗯、會差得去邊先？好啦，咁你見到咧，台灣咧就最近有一個就係佢哋搞一個叫中學嘅五人足球賽。咁佢係啊係啊，因為五人足球嘛。哦，係五人足球。嗱，唔好太敏感。有一個冠軍。係啦，係好合理嘅呢件事。係啦。OK， 好啦，咁然之後咧就話，即係佢哋今年嗰、那個、叫做報名嘅人數咧，係、嗯、有155隊。全台灣有155隊一起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你就話開始佢俾啲僆仔去接觸，俾佢哋去玩，俾佢哋去嘗試嗰樣嘢。而當中係即係佢哋而家就做緊即係男子賽啦，但其實慢慢佢哋都會想係有呢一個嘅女仔嘅即係女子足球都發展，因為其實咧好多而家都係㗎。當一個地方如果佢正統男子足球發展係較為後嘅時候咧，佢哋會第一下就攬咗做咗女子足球先。因為原因是它比較容易攞到一些世界排名，咁、嗯、然之後攞到世界排名之後分定就會多，咁然後可以翻翻轉頭再發展男子足球。呢、这個通常而家個世態大概玩緊嘅方法。香港唔好講啦，唉，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唔係我一下派唔到落嚟香港嘅情況，你係講得好啱啊，跟住我即刻就將阿斌個 theory 阿派落嚟香港，香港咯，冇問啦，係我哋都想大佬而家，係咪先？
你俾我踢翻波先啦，大佬，系咪先？你而家搞到咁样系嘛 ？Anyway， 有疫苗可以打波，系啦，唔好讲，都要下年啦。好啦 ，Anyway， 唔好讲呢啲住啦。跟住我就话，即系嗱，其实佢哋慢慢发展到嗰个青训咧，其实已经开始见到有成效嘅。因为最近另外有一个喺台湾嘅新闻系咩咧？一个18岁嘅青少年，呢个18岁嘅青少年做咩咧？就系佢代表咗呢一个嘅即系台湾咧，佢就去到呢一个嘅西班牙嘅乙组。就是開始即係踢佢嘅，係啦嗱，佢又去有得買。嗱佢之前就去到呢一個嘅西班牙 ，OK， 咁然之後咧，佢就話本身佢爸爸咧係即係呢一行，係唔係佢電影人嚟嘅？佢爸爸係電影人嚟嘅。OK， 係啊，杜琪峰個仔，杜琪峰個仔啦，你當係咁先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俾佢就走咗過去。從來冇講過杜琪峰。咁但係後校園啦，係都喂。唔係，咁但係最揾翻個台灣。但係最慘，最慘，最慘係咩咧？就係柳承澤好冇？咁跟住之後，冇呢個哦 ，sorry，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我就話未出翻嚟都未出翻嚟，因為塞德巴萊嗰個啦，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話即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佢就要翻台灣先。但係其實蘇巴佢過到去咧，都起碼係攞咗啲經驗，然後翻嚟之後咧，就可以即係又即係分享下啦，教下啲其他人啦咁樣。嗰時香港都有啲球員去試腳，歐聰啊，係咯嗰啲啦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台灣都慢慢發展緊呢一個嘅。舉唔到第二個例子嘅歐聰啊，歐聰啊。同埋歐陽耀聰啊，唔係啊，耀聰仔啊嗰啲，大將位都得，不過啲大將位啲人唔係好中意佢啊嘛，係叫佢喺大陸踢咯，一世都有佢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呢個你見到台灣嗰個發展其實都開始越嚟越好，咁然之後你都會開始喺度諗，其實香港係唔係可以都有啲嘅啟發，咁但係當然即係都好明白香港嘅足球發展咧，就真係裡面太多。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明白，你有看開本地波，你都真的知道個問題在哪裡。不是，我覺得很有啟發性，不要跟咯。是香港做啲咩呢？第二度如果想發展足球，唔好跟啦，咁你就會成功啦。好有啟發性、啊。但係我必須要講嘅，其實喺香港嘅足運裏面咧，係有好多有心人，無論係班主，無論係教波，無論係踢球員，真嘅呢個真係要幫佢哋講翻個公道説話，同埋真係要讚賞佢哋嘅。因為你知喺香港而家咁惡劣嘅情況底下，嗰、那個即係 support 又咁少，場地又唔係特別多，人數又唔係特別多，而佢哋都真係堅持做，所以呢個真係係好好需要讚賞賺下嘅，伍健仲簽咗個美斯嘅師弟嚟啊嘛，哦係係，踢過西甲噶嘛，今日簽嘅，係啦，有個踢過好多隊波，踢過墨爾本勝利噶，係啊，哦你個 friend 喎墨爾本勝利，係啊，怪得你咁快留意到啦，仲你知唔知邊個踢過墨爾本勝利啊？本年季遊啊，哦係喎，但係佢都去咗教柬埔寨，笑啊笑勁人啊，墨爾本勝利。係嗱，咁啊，所以關於呢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得閒留意一下我哋附近嘅地方亞洲地區啦。其實好多大家喺發展足球嘅時候，其實你唔好以為疫情可能影響好大，其實好多慢慢都繼續喺度啊諗緊啲新嘅方法。泰仔係最勁嘅，其實我覺得一冒起得泰仔，佢有好多咧出去外國揾食嗰啲球員越嚟越勁。不過泰仔又係身體質素啦，即係比較身材矮小啲。佢哋就冇好似日本人咁樣去諗方法去改善嗰個身體質素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又繼續去留意一下啦，同埋最緊要即係都係翻轉頭就係支持本地波，呢個都係我哋成個節目其中一個想做到嘅嘢。即係雖然我哋人微言輕，你當我哋一個普通香港球迷啊，都真係嘅，好多人其實對於香港足運都仲係有個心喺處，咁啊希望起碼香港踢波我哋都入場睇先啦。係啦，即係例如今年嗰件勁抽，大家都已經想買啦，係咪先？係啦，上網好似已經斷咗貨啦，有啲斷咗好耐啦，斷咗好耐咯。第一日唔係旺角有現貨。我嗰日真啲想買，有冇炒啊？冇啊，正價啫嘛。哦，好、啊。不過但係咁啱嗰棟嘢好似唔緊要啊，跟我買波中咗，咪去買波衫咯。係啊，不過嗰棟嘢好似人確診。哦，唔緊要，你去咩啊？去自由買啦，梗係。哦，係啊，整住件有自己個名嘅先啦，可以。自由有得賣噶嘛？自由唔知喎。唔係嗱，我覺得咁嘅，支持香港波咧，你買香港即係港超聯嗰啲衫波衫啦，係啊，都係入去都係噶啦。係係。講真，即係你。你估香港好多隊波咩？係咪先？盡量幫下手啦，咁樣。咁啊，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台灣足球咧，就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先。之後如果我再發展到再過去踢波嘅時候，再同大家報道啦。好啊，講印度超咯，下個禮拜。大喎呢單嘢真係。印度超有一個人踢過，我識㗎。邊個？皮利斯。好嘅。嚇！阿斯道發過啊？係啊。佢真係臨退休之前去過一次踢印超。咁緊要 Doctor Strange 咁樣喎，突然間，喂印度超加德滿都咁樣，突然間係啊，好多投注啊，好多投注係，好多投注。OK， 喂嗱，咁至於今個禮拜咧，我哋亦都有幾場波咧，一間轉頭阿凌師兄咧就會為大家即係認真推介，認真推介，係啦，只打比啊。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去第三個環節。
好啦，啱啱見到咧，就係我哋今個禮拜咧，就一陣間會問你問題，就會即將送出嘅呢一個意大利國家隊2021嘅主場波衫。想想得到嘅話，就要睇到節目嘅最後啊，最後啦，笑到最尾啊，係啦。好，今個禮拜嘅超級認真推介咧，都係兩場打比嚟嘅。寫咗稿，整咗佢個稿，睇下係咪？冇，真係會唔記得，因為啲酒太好飲啊。係啊，飲多兩杯啊。係咪先講曼聯先啊？係啊，先講呢個英超啦，有呢個曼聯對住曼城嘅打比。哦，咁啊要講啦。係啦，喂，講下近況先啦。嗱，曼聯咧近五場咧就三勝兩負嘅，咁啊兩場輸波咧都係歐聯賽事嚟嘅。即系输俾巴黎同埋莱比锡啦，咁啊输俾莱比锡，连啲曼联旧将都会因为咁样濑嘢，例如卢卡古，系啊，顶住啊，系啊，嗰球真系好正啊，国米真系踢得差啊，今年欧联我讲又讲，曼联 B 队嘛，冇理由出局噶嘛，系咪先？你冇理由唔系啊，因为咧其实依家意甲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因为我本身真系有投注喺意甲，所以我完全唔会推意甲啦。你留意翻喺我网站入边，我完全唔会系沾手啊，我买。我有自己賺一件事，我唔會攞。我有我嘅操守。係啦，嗱，好簡單啫嘛。阿特蘭大有咩你叫我啦？開大啊嘛，阿特蘭大係咪先？但係阿特蘭大喎、啊，你都要大咧、啊。如果係咁，好啦，咁啊，仲有咩？拿波利喎、啊，拿波利喎、啊，就所以其實咧，意甲咧，其實好幾隊我都好中意。系，但系咧估唔到咧，唉，国米搞到咁样，你睇下不知所谓，冇计啊！讲翻咧，佢嗰组欧联就即系国米啦、皇马啦，跟住有呢一、這个慕逊加柏啦。咁其实呢三队系称先，仲有呢个萨克达啊，乌克兰嗰队。喂，唔系夜宵噶萨克达。但系你老实实，你净系称班费啊，你都应该系。系系。不过皇马都打得差嘅，你啱再讲皇马，因为今日讲两场打比，分别系曼彻斯特同埋马德里嘅打比。咁讲翻曼联曼城先。讲翻曼联曼城先啦，曼联啊五场入边啊输咗两场啦，最近都系欧联比赛嚟嘅。咁啊队中咧入波最多嘅咧系佢哋嘅中场十八号啊班奴费南迪斯。班奴马。咁其实佢而家系基本上系主宰住成队曼联嘅表现。佢个样都好曼联噶，佢啲动静都好曼联噶，系点样嘅咧？古古惑惑咁样咯。O K， 古古惑惑，战战格格咁样。魔性啊嘛。其实我今年冇睇过一场曼联，反而我车路士啊睇得多。曼联车路士踢得几好，车路士系踢得越嚟越好。但系啲后防都系吓唔系，但车路士啲攻势好好睇。系系，但系佢前场嗰几个好咩？今季咧最好睇系车路士，我觉得。我觉得系列斯，虽然佢会输。唔系列斯联都好睇，但系列斯联太癫啦。佢喪咗，食咗藥咁樣，好睇咯，所以咪覺得佢一推個半場咧浪射喎，完全唔做進攻足球啊，所以瘋子足球啊 ，crazy football 啊，呢個佢不嬲嘅作風啊。我諗曼聯就嗱靠曬呢個班奴費南迪斯啊，所以今場波咧，我覺得值得留意嘅就係究竟哥迪奧拿點樣去鉛制呢個費南迪斯。我覺得到現時為止咧，曼聯最令我失望嘅地方係咩？雖然不嬲都令我失望，但最令我失望係咩咧？佢買咗嗱，我就好中意荷蘭國家隊嘅，我就冇球會特別喜歡。咦？你咁似某明星足球隊嗰、那個？我就係想話俾世人知，呢個世界唔係得一個人中意荷蘭足球啊！哦，同埋荷蘭足球唔係咁噶。我都明嘅，真係叻啊！唔係淨係得袁文傑中意阿仙奴。係咯，好似全世界得袁文傑一個人中意。係咯，即係邊都中意啊嘛，係啊。佢開餐係啦，係咪？好啦 ，anyway， 我就話即係呢個嘅佢買咗 Van der Beek 翻去，即係雲迪碧克。其實一路都唔識用佢。Vander B 而家就一路就 kick 咗喺後備欄，然後你前面嗰個普巴你又 kick 喺唔知做乜？佢啊傳緊普巴會可能會走啦。但係情況又出現啦，當你一出咗費南迪斯，再加 Vander B 咧，又會有啲大，因為佢掃檔唔夠啊嘛，咁樣又兩個都打破入球方咯，上一場仲不過仲輸波啦。成季先打開個入球方，你唔好踢啦，不如。唔係佢而家個經理人開口話佢想走添啦，一月。不過有個難題嘅，我作為唔中意曼聯咧，普巴請留低。我都作為足球嘅愛好者，你曼聯嗰啲球迷都唔會覺得普巴走係一件事。不過有個難題係乜嘢呢？就係今年經濟咁差，好多球隊都減薪、減班費啦，甚至係美斯嘅話買啦，有人接貨先得㗎。有人接貨先得㗎，你 C 朗又話買啦，有人接貨先得㗎。普巴都要有人接貨先得㗎，大哥。所以呢個係一個難題嚟嘅。嗱，頭先阿斌講嗰樣嘢好好，點解我都唔中意曼聯呢？其中一個原因係咧，佢唔識令到啲球員。我想不想評論你益話我中意曼聯。唔需要，呢、這個節目係網台嚟嘅喺度。你個網台啊，仲要咩？一開始講咩啊？主持人意見住本台立場無關。係啊，我講乜都得啊。開笑出可能好中意曼聯，但係佢都容許我哋講我哋唔中意曼聯噶嘛。唔係喎，其實潘少聰都兩次中意曼聯。唔係，但係佢都容許我哋講。喂 ，Eric 係咪㗎 ？Eric，
佢係咪中意曼聯噶？嗰陣時唔知啊，佢唔知啊。哦，咁當佢唔係先，所以佢有啲似哥迪奧啦，應該中意曼城。出邊仲有個人中意咩啊？中意咩啊？唔係 Eric， 你係咪中意曼聯啊？其實佢買波亂咁買啊！你叫佢睇我哋節目啊嘛。喂，你問下出邊啲師兄有冇人識阿潘 Sir 係究竟中意買係咪中意曼聯？唔知啊，真係唔知。咁當有嘅有嘅。你咧，佢都唔睇噶 ，Eric 睇波嘅。喂，講翻佢做足球節目嘅監製，唔睇波，唔睇波，唔緊要。我話曼聯，曼聯咧，其中一樣最唔好嘅係乜嘢呢？曼聯係唔會令到一個球員進步嘅。誒，絕對正確。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嗱，佢哋喺水晶宮嗰度咧買咗一個雲比沙卡啦，呢一個咧，即係大家今年要做唯一至好睇嘅啦，成隊波。新生代嘅英格蘭。人入面啦，其中一個比較好啲啊，但係咧，我都唔知道叫生不逢時定係點啦。佢係踢右後衞噶嘛。係。而家咧，英格蘭咧，基本上咧係有太多右後衞。係係。淨係講嗱，曼聯有雲比沙卡啦，利物浦就有阿諾啦，係。阿仙奴就有呢一個美倫戴奧斯啦。嗯。車路士都有個列治詹士啊。係。四個咧，其實都有各自各嘅板斧嘅。嗱，當中咧，雲比四個右閘踢曬成條後防去咯，咪得咯。但係咧，嗱，雲比沙卡咧，可能啊嚇，呢四個入邊，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防守能力可能係最好嗰、那個，嗯、但係講助攻能力咧，佢係最差嘅。係嗱，詹士即係車路士嗰、那個有死球嘅，嗯、美倫艾奧斯咧，佢唔單止可以打右閘嘅，右中場甚至中場中而家都上去嘅，識得係啦，識得有少少扭波啊咁樣嘅。阿洛啊唔使講啦，而家利物浦嗰兩隻閘衝上嚟嗰啲助攻，直情係。不得之了啦！我夠膽講歐洲嗰隊閘利物浦真係數一數二啦！而家、嗯、雲比沙卡講佢防守好，進攻唔好咧，講咗兩季噶啦。嗯、由水晶宮講到曼聯買咗，好啦，曼聯買咗打咗一排啦，冇諗過點樣幫呢個有冇進步過咧？雲比沙卡，我夠膽講曼聯嘅球迷都覺得雲比沙卡進攻係弱嘅，講咗、嗯、兩季，佢仍然係弱噶。誒，咁唔使講啦，普巴派買翻嚟一路話佢廢啊！keep 住廢，唔係普巴直情喺曼聯嗰度嚟噶嘛？正所謂咩咩出草嘛，係係咩？嗱你笑啦，啊臭咩出草啦，係咪先？咁佢咁樣，佢咪咁樣咯。嗱，曼聯我中意你師兄，所以曼聯最唔好嗰樣嘢係乜嘢咧？就係、是、佢能夠買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即用啦。費南迪斯呢啲 OK 嘅，買翻嚟即刻用咯。但佢買啲年青球員咧，基本上係墳墓嚟嘅，同以前嘅熱刺一樣。喂，但係點解依家曼聯冇乜青訓球員？我唔係都有嗰啲青訓已經變成係邊個啊？已經拉舒福特啊、格連活特啊、連加特嗰啲咯。格連活特佢已經我覺得算踢得幾好噶啦，喺成隊波入邊真係㗎，佢算係識踢波噶啦，我覺得係咯。我唔知啊，咁咯。你好簡單，你開場曼聯，我都話我今年冇完整睇過一場曼聯，但我唯一見佢奔跑全場奔走都係得格連活特，即係提得最多就係格連活特喺前，咪前場走，後場走。唔係啊，但係你嗰啲跑好過唔跑嘅，你嗰啲跑係冇意義嘅跑嚟㗎嘛。咁你普巴跑都唔跑嘛？係係咪先？佢真係仲慢過美斯，佢喺度等巴士喎感覺。咁所以咧，頭先阿斌講雲迪碧克其實都係叫做 Wendy 其實係當買荷蘭嘅球場，即係中場嘅新貴啦。係啊，因為其實佢當年踢緊阿積士嘅時候，你見到佢嗰幾隻僆仔，迪莊佢。跟住然之後，其實仲有斯耶樹去咗車路士啦。車路士啦，咁然之後你見到嗰扎其實啲僆仔用波係好好嘅，有腦袋嘅。但我就話擺咗落嚟曼聯之後咧，就硬係又係佢而家俾我感覺似咩咧 ？Vander B， 嗯，當年嘅華朗係、嗯、有少少嘅，即係擺落嚟之後唔知搞乜咁樣。係啦，但你哋有冇覺得係蘇斯克查帶得唔？唔係啊，我覺得啊嚇，佢唔識令球員進步嚟講係歷史以嚟遺留嘅問題。兩邊論述下先，因為嗱頭先。球員咧就品評好多啦，咁基本上由前鋒線數到後防線噶啦，冇一幸免都係渣啦。我唔係迪基亞以前都 OK。咁你依家蘇斯克查係要問責噶，咁你覺得佢咪要下台咧？或者係即係舊時英超好中意噶嘛？兩三季之後，喂安睡唔掂，換人。但係咧，曼聯同普巴嘅情況一樣，你唔知揾邊個接？呢啲係燙手山芋嚟嘅，佢啲球迷咁，你夠膽去教咩？佢啲球迷输两场，癫过阿基啲球迷。啊、你输两场就嚟了，阿仙奴忍咗十年，我啲球迷可以。啊、曼联啲球迷可唔可以忍十年啊？唔得噶，佢哋忍十分钟都唔得噶。系啊，炒咗佢啦，喐啲都炒咗佢啦，跟住之后咗佢啦。唔系咁，点解啲球迷走啦？啲球迷而家唔叫苏斯克查走嘅？有啊，有闹噶，有闹。只要有一场赢翻就话，嗱咁咪啱咯，几好、啊。魔性澎湃啊！呢啲叫上一场辛苦闹翻个修咸顿翻嚟就魔性澎湃噶。反曼系有原因有啲嘢。系啊，好 ，anyway， 讲翻讲曼城啦，咁唔好再讲曼联住。系、啊、好，越讲越嬲。系啊，讲到好啦，曼城咧就如果睇近况嘅话就好啲嘅，五场咧四胜一和嘅，而且咧五场咧一粒都冇失过。不过今年冇乜霸气，我觉得。嗱，不过咧系啦，曼城啱啱嗰五场咧对手系弱啲嘅。嗯
其中一個原因是乜嘢咧？走咗戴維斯華。戴維斯華咧，雖然係老將啦，但係咧成個球隊嘅攻守轉換咧，都係即係戴維斯華都好幫手。當然佢仲有迪布尼啦，但係戴維斯華加迪布尼咧。就大家分工會好啲，分擔一下啦。而家冇咗戴維斯華咧，靠曬迪布尼一個啦。迪布尼個眼界，你問我喺派牌個世界，冇戴維斯華望個視野。佢有遠射啦，戴維斯華就少啲啦。但如果講視野嘅話，係戴維斯華係。因為你即係叫做迪布尼咧，好容易就會係佢參與埋個攻勢。嗯，佢決定走埋入去做呢件事。但係戴維斯華係我睇喺後。我俾入去你哋做，但系我已經望到曬邊個做啲乜，我俾落去就係啦。所以嗰件事佢個策動第一點，佢呢件事有啲似咩呢？就係、是、有啲似利物浦，今年喺拜仁度買咗迪亞高，迪亞高阿簡達啦，係啦咁樣。咁買咗佢過嚟之後咧，佢就係做到嗰種揈邊，企喺度等。佢兩腳波嘅就佢唔會 key 嘅，又唔會扭，唔會成噶。攞完轉身俾落去就到噶啦，好快啊！以前有戴維斯維有啲長傳俾阿史達靈哨下咁咧，馬列斯嗰啲可以即係去下咁。咁當然啦，史達靈今季其實 OK 嘅，我覺得有時都幾係打史達靈一個天，因為哲西斯加比爾同埋阿古魯咧，都有少少唔係好夠穩定。史達靈係博十二碼嘅王者啊嘛，唔係佢都喺英超博十二碼次數最多嘛，咁曼聯多啲。而迪布尼就係操刀嗰、那個碼最多嘅，咁啊可以睇下迪布尼定係費南迪斯有十二碼射啦，今季嗱，但係我話即係要鉛制搬奴費南迪斯啦。咁而家咧，曼城最常用嘅防守中場咧就係德國嘅根道簡同埋呢個西班牙嘅洛迪啦。咁睇下即係哥迪奧拿有冇計啊嗱。但 head to head 咧，即系曼联对曼城啦吓，对上五次咧都系曼联赢嘅，曼城就赢两次嘅啫，冇和波嘅。咁啊，而且咧多过一个入波嘅比赛咧有四次嘅，咁所以就好正常，两队都互攻噶啦，曼市打比，好难两边都喺度守和对方。但系咧按照呢、這个叫做最后一夺标嘅赔率咧，曼城咧依然系超热嘅，虽然而家排第七啊联赛榜 2.85 倍，咁讲佢。到季尾嘅時候可以奪冠啦，曼城十倍喎。哦，曼聯十倍，曼聯十倍 ，sorry， 曼聯十倍，曼城2.85倍。但係呢場我有少少想追你啊，和波，我想貼2-2喎，有少少。唔使諗啊，我一定係曼城啊。曼聯咧今年係後上，即係佢要先失波嘅，所以大家不妨買第一個入波，曼城。跟住最尾2-2，好，喂，我自己嘅心水推介。另外呢一場嘅即係曼聯對曼城啱啱講完啦，跟住皇馬對住馬體會咧，我哋就快速地啦，因為我啱啱問題。簡單啲就其實呢場波我自己都會估係和波啦，因為皇馬個態就麻麻地啦。咁馬體會咧就而家排緊榜首嘅，論所有嘢都係馬體會稱先啲。咁但係打比咧又有另外一種感覺嘅嗱。不過呢兩隊入即係呢兩隊球隊咧。不嬲咧都係即係大家個風格好明顯嘅，馬體會係打防守反擊嘅，咁而皇馬咧靠咗咁多年都仲係賓斯馬同埋拉莫斯，咁所以呢場波咧我都覺得可能係0-0或者1-1，唔會有太多入波。係啦，咁大家留意住啦，今個星期都有兩場好睇嘅賽事，咁希望大家今個禮拜即係因為限聚嘅關係都冇乜訂去噶啦，今日留喺屋企睇下波。禮拜六晚啊，全部都係禮拜六晚、禮拜日凌晨1:30就有曼市打比，4:00就有馬德里打比啦。係啦，咁冇訂去就留喺屋企啦，大家最緊要就身體。健康咁啊，睇场靓波自开心啦，咁样冇错。好啦，咁至于今个礼拜咧，我哋亦都系有个正嘢送俾大家，出多次个图俾你睇。系乜嘢？意大利啊，2020至到2021嘅国家队主场波衫蓝色呢一件咧，多谢自由足球会提供。咁就会送俾大家作为一个即系开心心礼物啦。呢个礼拜有冇得出街夜晚食饭啊？咁样。你想问问题先，定系揭晓上一个礼拜？揭晓先。上个礼拜咧，我哋就送巴塞嘅波衫第三作客粉红色嗰件。咁得獎嘅朋友咧，就係、是、呢一位啦。頭先我哋啱啱睇到佢嗰、那個即係 comment 啊，係等我營繞咗好耐噶啦，都唔係頭先睇到啊。係啦，營繞咗好耐。Capo 啊，係嘛？係 Capo 啊 ，Capo 啊，係如無意外係呢一個啦。係咁佢就即係上個禮拜我哋問嗰條問題咧，就是、因為頭先上個禮拜咧，阿歐哥咧就即係有提到啊，阿袁文傑嘅太太阿 Jacqueline 啊，係啦，大家都中意由細睇到大啦 ，Jacqueline 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話究竟啊？用啲乜嘢有創意嘅去觸及佢哋咧，去形容呢一句咧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留咗一個咁嘅 comment 啦，唔好意思啊，佢啱啱
老因為我哋嘅 comment 好多啦，同埋有好多人睇啦，同埋有200多，同埋我哋又懶冇手抄，其實係係啦。OK， 好，等陣先啦。未，好多陣，好多陣。我哋講下先啦，我哋出翻頭先嗰張意大利波衫 clip， 等我形容下意大利 Anno 呢件波衫。嗱，首先喺心口嗰度咧係有印花嘅，咁樣嗱四粒星星係代表乜嘢啊？四次世界盃嘅足球冠軍啦，咁啊，亦都咧係平時都係彪馬贊助啦，咁啊嗰條咁嘅領咧，黑色嗰條領咧點啊？反起佢啊！反起佢啊！托迪咁样系咪？反起佢代表咩？阿叔咯，系咪先？阿叔一定系咁着噶，系咪先？如果你话你后生仔，你千祈唔好反起他。你最多喺边度见到嗰啲人反领啊？好多啊！高尔夫球场，高尔夫咩话？四十比零。谢热都好似有有反喎，真系。咁啊，我哋系咪突然间揾唔到嗰个 Kobo 出嚟啊？系咪嗱？因为佢就大概嗰个写个我记忆中咧，佢系讲话，我在记忆中找你啊！真系林峰啊，呢坛嘢啊，佢去鬼咗边咧？啱啱头先我哋开麦之前都仲见到佢，唔紧要，明明系 comment 嚟啊嘛，点会唔见？唔系，我哋要有专人联络翻你嘅，冇走嘅。之后都收费啊，但系佢嗰个都劲啊，大概系唔知边一度山峰上面嘅两粒岩石咁样。唔系飞机场唔系。机场跑道上的两粒岩石，哦，系啊系啊，两粒沙石啊，定系好似系嗰类堆咁嘅嘢啦。呢个铺啊，系呢个铺嚟 ，really 系呢，我都冇转过个版面，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又唔见鬼咗。系唔紧要啦，我哋揾翻 I T 专才嚟帮我哋揾翻啦。咁啊，系时候咧就迎向新嘅一页啦。哎，嗱，见到啦，揾到啦 ，Kopo，KOPO， 系啊，多谢你呢位观众 KOPO， 系你嘅留言系飞机场上的两粒小石头，恭喜晒，好有创意。簡直是畫面與質素並重，我們會contact 你，然後呢請你去自由那裡呢選擇啱你的尺寸去攞返件波衫，幾貼心啊！你諗下，我們送啲即係波衫，冇話唔啱著嘅，去到現場試啱先拎走。我哋唔排除呢个系小朋友嚟噶嘛？系啊，去到嘅时候啊，求其攞件啦，靓仔。去到嘅时候，你会点会估到一个小朋友咁大督口水啊？去到要咩啊？攞住件波衫同系影翻张相，主影翻张相。同埋最紧要系即系 show 翻你个 comment 俾人睇，系啦 ，OK。咁嗱呢个，听翻我哋个平台系咩啊？系啦，我哋嘅平台就系 Big Air 啦。系啦，多谢大家一路睇 live 睇到而家啦。好啦，至于睇到最后，大家最想知今个礼拜点样攞到呢个意大利嘅国家队波衫？系即刻问一条问题。阿斌，交俾你问。好啦，嗱就系关于呢一个即系啱啱过去啦，即系一个唔系太好嘅消息，就系呢一个意大利嘅名宿咧，就系呢一个嘅罗斯咧就离开咗我哋。咁啊，我哋又系照旧有少少创意题啦。系咁，但系我哋都系尊重前辈啦。OK， 用四个字，大家可以即刻喺下面个 comment 嗰度即刻就留言啦。我哋又会拣最有创意嗰个啊，或者文笔最好嘅一个，用四个字，用四个字去形容呢一位意大利名宿罗斯嘅足球生涯。OK， 用四个字系啦，大家如果啲文笔秀丽啊，用字又精准啊，跟住件事我哋又觉得大家好有文采，读过两年书咁样咧，系咁就系你会得到呢件意大利嘅国家队。我会用射雕英雄啦，如果系啦，我都想要啊！呢件波衫真系几靓，着喺我身上，简直系冇得输啊！系啦 ，OK， 或者系四个字，唔系冇得输系三个字啊，加个感叹号都得嘅，系啊，系啊咯，你个啊代一个冇得输啊，或者冇得输输咯，系啦。或者冇得输啦，冇得输，系啊，我会得到咯，你啊，你可以用得到呢个 feel， 用翻得到呢个 feel 系有加分噶，系啦，今个礼拜或者得到罗斯咁样嗰啲，喂，都系嗰句啦，嗱，如果 OJ 呢咧，你哋系赢咗嘅话咧，系。无论你点操作咧，你赢就系赢啦，啲钱系入落你户口，唔系入我。喂，你哋点样操作都好，你有得罪要贴翻图去我哋嗰个节目下面嗰个 comment 度。上个礼拜冇人咁做，以前你哋都会识得咁做噶嘛？唔系有人咁样做啊，但系喺我哋 Facebook 个 post。哦，唔好起翻呢度，起翻呢度。节目尾声嘅时候咧，重复多一次阿欧哥今日嘅推介嗰两个话你知啦。OK， 咁啊，因为咧我都决定系用翻阿肥仔嗰100蚊。系啦，肥仔嗰100蚊，系啦，即刻咧就会系唔嘥得，一滴都唔嘥得。帝王嘅酒真系一滴都唔嘥得。点啊？嗱，呢啲学到嘢啊，呢啲。好啦 ，anyway， 即刻执啊。好啦，然之后咧就睇翻今个礼拜欧哥嘅 OJ 啲推介，小试牛刀。喺度边来比石对云达不来梅角球大啊，个盘咧最浅个盘啊9.5球大啊吓。原身就正常啦。好，正常。重点推介得岛船对千叶市员。半场入球大，等等 hold 住先 ，Eric， 我都要影翻张相啊，俾我自己铺嘅呢个。OK， 点啊？OK， 好啦，咁啊嗱，今个礼拜无论系大家即系睇咗上一集，你知道 OG 呢系点玩噶啦，总之都系嗰句有 O 哥。
冇窮人。下集我哋勁啊！係因為我開始收錢啊，開始收費，因為變咗兩個禮拜你哋照計冇理由。你諗下上個禮拜一百變五百，咪係咯？所謂一變四，四變十二。我哋夠膽講，來到這個禮拜更加諷刺。你都之後好上個禮拜一百蚊，如果你逆向操作變五百蚊，今個禮拜將嗰五百蚊推落去呢兩場嗰度，哇！那個賠率真係笑呵呵，跟奧哥好嘢啊！好嘢啊！祝大家都早日得到啦，系啊，得到添啊，所谓你都做得到。好，今日咁 ，O G 呢嚟到呢度，完，拜拜，拜拜，下个礼拜见。